鸡妹们，鸡妹们，你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，该长毛的地方不长毛，不该长毛的地方那是疯狂的长，一整个就是野蛮生长的大趋势。一到那个夏天呀，伸腿是毛裤，伸手是毛衣，人家辣妹拍照随意大开大合，而你不仅出汗的时候喷臭，就连和男朋友亲近的时候都怕嘴巴上的仙人掌扎到他。这一周我是把公司男同事的手臂一个个的都试了个遍，可算是让我找到了一款颜值实力双在线，可以实现脱毛自由的极萌脱毛仪，真的很适合我们这种迷茫女孩。But stop， 我知道这个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姐妹来杠我。哎，你这不就是一条广子吗？广子姐，来来来，仔细听好，30秒告诉你它有哪些优势。第一，速度超快，超级适合懒人。来来，上腿。一闪啊，只需要0.7秒，拖一条腿只需要2分钟不到，只需要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保证全身都给你拖得干干净净。而且它含有3档智能分区，懒人操作你想要的它都有。客官舒服不？确实舒服，手上动作别停啊。极萌呢是 Ulike 旗下的嘛，这个蓝宝石冰点技术啊，可以说是子承父业，冰冰凉凉的，完全不会伤皮肤。第二，效果明显。你们啊，可别被它小小的个头给骗了，它单位能量6焦，总共是19.8焦的大能量，腋下的顽固黑点都能给你脱得干干净净。像现在市面上很多100-200块钱的脱毛仪啊，拜托别买，千万别买，根本就脱不干净，顽固的黑点依旧是死死的在你的皮肤里面，相当于你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刮毛刀。来来来，看看我的嘎吱窝，看以前，看现在，看以前，这效果不要太明显好吧？哎，夏日辣妹就是我。第三，颜值超高。有没有感觉她的外表呀，和泡泡玛特超级搭？奶黄色的外壳超级可爱，我拿到手的那一刻，整个心都要融化了。相信我，人生中第一支脱毛仪，买极萌就对了。好了，下课下课。